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。这些年，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、替死鬼。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，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。可是这么多年来，我为了阎锡山、蒋介石出生入死，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。现在让我拱手相让，白白的送给共产党，我咽不下这口气啊。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，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。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，大家会骂你，唾弃你。这就是你戎马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？那你告诉我，我能得到什么？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，他们能得到什么？你这样太自私了。自私？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，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，这算不算自私？爸，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。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。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。既然是合作，就有商量的余地。至于要不要合作，怎么合作，需要你先迈出第一步。爸，你先吃东西吧。就这个，通人性，知道吗？一天喂三顿，慢用啊！是是。猪肉大葱的，猪肉大葱的，王包车，好嘞，老板坐车啊，王包车，哎，干什么的？长眼睛没有？这么看路的呀？不看路是你没长眼？这儿不安全。人家黄包车都撞坏了，我还怎么拉活啊？哎，你坐不坐车？坐不坐车嘛？这是怎么？你把人车弄坏了。怎么拉活？快点让开！你到底坐不坐车嘛？坐什么呀？坐！滚开！让开！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嘛？哎！哎，这人呢？现在安全了，可以走了。谢谢你。哎，这是不是你掉的？是，是我的。谢谢你啊，丢了就麻烦了。为什么呀？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，他不在了。不在了？他牺牲了。注意安全。别再丢了。
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，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，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。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，哼，这是跑的准备。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。主席，你看，这是他和谈的准备。哼，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。哎，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？主席啊，打我们不怕，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，如果那样的话，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，而且一旦逃跑成功，后果无法设想。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，都在平津就地解决。另外啊，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，我看不如将计就计，先稳住他。对，先稳住他，让他放宽心。东局同志，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，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，既不要南下，也不要西撤。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，稳定好他的情绪。嗯，我明白，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你尽管问。如果我父亲问我，我受谁的直接指挥，我该怎么回答？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。啊，下回，下回给你一个答复。好。他来了。啊，东局同志，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，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，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。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，但是总归是不安全。你记着，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。我们呢，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，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，以后呢，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。段组长，李司令，贺庆夫，查的怎么样？完全没有，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，一无所获。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，傅作义的女儿，傅东菊，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，但是有好几次，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，跟丢了。哼，跟丢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。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，所以并非一无所获，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局，而且不是傅作义，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。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。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杰，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。辛苦段组长，既然来了，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。哎呀，
最近共党四处出没，到处散布谣言，我等杂物缠身，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。下次再会。李文来汇报讲，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，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，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，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。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？从东北来的情报看，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，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，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，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。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，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。那这样，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，等等再讲。啊，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？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，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，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。这个事情要查，一定要严查，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。是，一定严加查办。总统，还有什么事情啊？倒是还有一件小事。讲。有人反映，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，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。我们据此猜测，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。就在我眼皮子底下，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，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，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，只要他们不投共，保持忠诚，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。好了，杜一鸣还停留在原地，不是他不想走，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。周副主席，啊，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。哦，终于来了。哎，看，好。嗯，这次的好啊，啊，马印水，啊，哦，蒙古包，画的都好。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，这才叫人民币嘛！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，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。嗯，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，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。好啊，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。主席啊，可以。周副主席啊，龙振。哦，聂司令来了，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。看看。哦，印出来了。嗯。啊。啊，看前面。哎，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？主席啊。嗯。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，我们完全赞同。商议的结果是这样，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，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。嗯，好啊。傅作义那封信啊，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，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，所以啊，我先不回复他。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
释放出某种信号。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，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。这个地点意义重大，非同一般呢。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。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，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，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，中共中央、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、缓攻太原、停攻保定的决策，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。报告。说。总司令，刚刚接到董琦五司令发来的密电，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，往绥东撤离，还有杨德志、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，而且开始休整，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。都撤退了，怎么回事？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。是啊，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信息啊？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，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。是。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？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，他没想声张。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，我刚知道这件事儿。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，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，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，引他们追击呢？不应该，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，不像虚晃一枪。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。一个收兵休整，一个按兵不动，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，这里肯定有鬼。是，乘胜追击。可是乘胜追击，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。您知道，绥远一战，我方伤亡颇重，根本无力追击。所以，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，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。如果总统信不过我，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，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傅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王秘书长，正好我爸在忙，你把这个给他吧。好。傅作义，你要是敢胡来的话，我就派飞机轰炸北平，听到了没有？父亲，
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，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。父亲，您真的决定放弃了？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。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，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。你是晓得的，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，我不能出面去谈。德林比我要合适，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。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，别的都不重要了。做就要做个真总统，切记做成假总统啊，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也很难负起责任的。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。德公也这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好，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。将来跟中共和谈，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。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，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啊？你是说傅医生是吧？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，不过我是这么觉得，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，这好像不太妥吧？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，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。周副主席，警卫班的人刚刚说，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，说要见毛主席。要见毛主席？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说是叫福定一。知道了。好。司令啊，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。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。我哪里是悠闲啊，我是心乱如麻呀，老师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，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，我真是怕了。不，那司令您怕什么呀？老师啊，我怕的多了。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。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？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？当然还有共产党，不跟他们和谈吧，看来是无路可走了。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，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。不会不会，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。那倒是。我的大司令啊，你是真糊涂啊。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，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，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。相比吴三桂，
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。哦，商纣残暴无能，导致民不聊生啊。而文王和武王呢，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，毅然反抗，致使生灵免遭涂炭，百姓安居乐业，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。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？嗯，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，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。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，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。报告。主席，傅主席，傅先生来了。哦，傅先生，请。傅老师，哎呦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子龙，傅先生好。杯茶。好嘞。傅先生，啊，请坐，请坐。这一路辛苦了。啊，我们这西柏坡呀，没有什么好吃的，尝点花生大枣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润之啊，我是受人之托而来，就不绕圈子了。如今的北平城，就是这颗花生，火小了，会炒着夹生；火大了，又会炒糊。不能不加火，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，要掌握好火候啊。福老师，你是一言中的啊。哦，对了，润之啊，北平的彭泽乡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。哦，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。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？我好派人去接你啊。医生兄，不要再叫我市长了。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，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。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。时局艰辛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好了，不说我了。医生兄，哎，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，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：北平之事要三思啊。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，对吧？是的，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。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，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和共产党和谈。和谈？不瞒你说，我也有这个意思。前一阵呢，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意向，但是至今没有回讯。当然，作为共产党来说，胜利已经势在必然，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，对吧？也许我能帮你。啊，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。哦，李主席你应该了解，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。我想如果请他出面
局势肯定会有扭转。李主席，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，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。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，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。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？我知道了，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，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。傅先生，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，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，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。我想问啊，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？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《论联合政府》。嗯，要走啊？怎么不多留几天啊？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，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。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。保密局的人还有找你的麻烦吗？那你去了南京，家中的妻小怎么办？他们还好，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。住在那儿不方便吧？你要不然这样，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。谢谢医生兄，我现在毕竟还在南京当差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。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。好吧，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。谢谢，保重。好，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，纯属是句空话。蒋系的中央军不配合啊，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，这行不通吧？啊，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，避而不谈，那中央军怎么办？怎么对付中央军？看来啊，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。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，让他出面呼吁和平。李主席出面，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，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。主席，你怎么想？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，既然他想谈，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，知己知彼，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。主席，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。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，想赶他下台。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，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，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。眼看着老蒋大势已去，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。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，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。主席的意思是，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？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。抗战的时候，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。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，作风简朴，训练有素。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，不像会是与美国人
做的那些勾当。但是现在他面临重大抉择，心绪不定，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，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。是啊，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。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，很关键呐。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。主席啊，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，夜以继日，你的压力是最大的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不要思虑过度，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。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，反败为胜啊。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，说到底呀，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。早在1948年11月21日，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，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。在电报中，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、打虎山、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，夜行小速，阴蔽迅速行动，向关内进发。同时，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。他提出，东野指挥员林彪、罗荣桓、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，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，并经新华社广播，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。我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，怕离家远了回不来，你们要和他们解释，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，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，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。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，那是耻辱，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。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，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，岂不前功尽弃了？对于整个党、整个军队，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，而对于个人呢，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。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，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？我们要团结起来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。是。消息确实吗？哦，确实。主席，荣桓同志做了动员，已经开始进发了。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。哦。主席，你看，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入关，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，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，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啊。好啊，东北大战硝烟未尽，不到1个月时间，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，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。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，没有谁能够做到。林总，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，请指示。主席的这封电报措辞很严厉，催促我们及早入关。可是入关以后，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。林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？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，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。李总，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，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可是您看现在咱们东野
什么规模，什么气势？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。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？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？好，政委说得好，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。命令部队夜行小速，秘密行军，冬夜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。好，太好了。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，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，展开随行动员。好，出发，入关。是。小五啊，主席，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。是。你看远方如昨，那些故事依然还记得，烽烟之下千万里，数不清的长路谁曾跋涉，每一寸土都有人奔赴，每一寸天来守护，每一寸心都将人间正道浇筑，留下一夜不休千古。你看锦绣江河，那些岁月铭记了勇者，风雨之后千万次艰辛过的黎明，从此来下一夜不休。